主料：糯米粉200克，蜜红豆200克，椰蓉20克。辅料：开水150毫升，白砂糖50克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糯米粉和白砂糖混合盆中，倒入开水泡面，一边倒一边用筷子搅散，右手慢慢适应温度，揉成面团，取均匀大小的面团包上蜜红豆，放锅里蒸10分钟，蒸好的糯米团滚上椰蓉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一，这次我用了泡面的方法，让面团更 Q。 二，可以先把糯米粉、糖和水混合，蒸熟后再包上红豆，差不多的哈。三，我家只有蜜红豆，用红豆沙的口感会好点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